晨与李宝英结婚多年，依然幸福恩爱，是演艺圈著名的银色夫妻，两人育有两个孩子。日前池晨晒出女儿智柔绘画实力，获大批网友称赞。没想到这次换李宝英出来晒娃。近日李宝英在个人社群上传多张照片，只见照片中竟是才9岁女儿智柔画的画，有着涂着黄色与绿色，像是童话中的大房子，还有智柔正在画画的模样。她画着很多人努力划船的样子，每一个人不同的精致细节动作都画了出来，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9岁孩子的作品。许多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大赞，真厉害，怎么能画得这么好？智柔好像有美术天分，真的画得超棒啊！